太多啊。对，大家都来维修啊。可是下面有上面是展示，下面是交货维修服务的地方。桌上也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看啊。可是下面主要是维修的。主要维修，但是它也有展示的、啊。那你维修的时候没事干就可以。没有啊，维修的时候跟你说啊，这台坏了，要不要升级这一台啊？就可以直接到旁边去给你看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